Aloha， 欢迎来到燕氏瑜伽，我是燕，很高兴能跟你分享今天的课程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套舒缓腰痛的瑜伽。最近听到好几位朋友都在跟我讲他们有腰痛的问题，我想世界各地很多朋友也许都在承受着腰痛的痛苦，所以今天就来分享这一套舒缓腰痛的瑜伽，来帮助大家解除这种痛苦。我们先来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造了天造了地造了我们，感谢你爱我们关心我们照顾我们。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套缓解腰痛的瑜伽。亲爱的主，你是疗愈的神，就求你伸出你的疗愈大手，让所有来做这一套瑜伽的朋友，他们的腰痛都能得到舒缓，也许他的病痛可以完全的消除。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做第一个动作，把你的两个手放在你的膝盖上面，找一个你舒服的坐的姿势。好，你可以像我这样，把一个脚跟靠近耻骨的地方，另外一个脚跟跟后边的脚跟对在一起，或者是把你的两个腿的这个踝关节交叉，就怎么样舒服怎么样来做哈。坐在一个你自己觉得舒服的姿势上，把两个手抓住你的臀部向后，把你的骨盆前倾，把你的骨盆展开。好，肩膀向后慢慢放松，从头到脚都完全的放松下来。好，我们先吸气的时候，把你的腰向前，胸向前，头向后走。在呼气的时候，手抓着你的膝盖，把你的背弓起来，从你的尾骨开始，腰向后，胸向后，头眼睛看小腹。再吸气，肘关节向后拉，腰向前，胸向前，头向后仰，感觉你的脊椎一节一节的在走动。再呼气，从你的尾骨开始，感觉你的腰椎、胸椎，整个人的背都弓起，眼睛看小腹。好，在吸气的时候，腰向前，胸向前，眼睛向上边看。在呼气的时候，从腰开始，腰向后，胸向后，眼睛看小腹，让你的脊椎像波浪一样一节一节的走，一节一节的走，一节一节慢慢的移动，慢慢回到中间，把你的左手放在指尖放在垫子上，右手向上伸向天空。吸气向上撑拉，呼气的时候保持撑拉，慢慢的倒向左边。你的右边的坐骨下压，右边的膝盖下压，手指尖尽量向侧上方伸展，感觉到你的从你的尾骨到你的指尖都在撑拉。用你的脸颊靠近你的手臂，保持呼吸。慢慢回到中间，右手放在垫子上，左手向上伸向天空。先吸气，尽量向上撑拉，保持撑拉，慢慢的倒向右边。你的脸颊可以靠近你的手臂，你的左边膝盖下压，左边坐骨向下坐，保持呼吸，手指尖尽量的向侧前方撑拉，慢慢回到中间，慢慢放下，保持呼吸，把你的右手放在左边的膝盖上，你的左手放在身后。先吸气，脊椎拉长拉直，再呼气，从腰开始，一节一节的慢慢的像你毛巾一样的向后转，最后是你的颈部和你的头，从腰开始，腰椎、胸椎、颈椎，再是你的头，
好，慢慢回来，回到中间，再把你的左手放在你的右边的膝盖上，右手向后吸气，脊椎尽量拉长拉直，再呼气，从你的尾骨开始，先是腰，一节一节像扭毛巾一样，然后是胸，好，颈椎，再是你的头，保持呼吸，肩膀不要耸起来，肩膀向下向后，保持呼吸，好，慢慢回来，回到中间，然后我们慢慢的躺到我们的垫子上，把两个脚先放与你的胯骨同宽，脚掌着地，慢慢的手着地，肘关节着地，慢慢的躺下，躺在瑜伽垫子上，两个脚向脚尖绷脚，两个脚向脚的方向拉，两个脚向头的方向伸展，好，我们的手尽量向手的方向拉，像有一个人在手的方向拉你，我们的脚也有一个人像是在脚的方面拉你，我们手和脚向不同的方向缓缓的用力，好，缓缓的用力撑拉，保持呼吸，手和脚向不同的方向撑拉，保持呼吸，感觉到你的腰的地方在舒展，你的小腹内收上提，尾骨向脚尖的方向走，保持呼吸，好，慢慢放松，把两个手放在头的后边，食指交叉，把我们的身体上身放到左边垫子的左边，再把我们两个脚向左边移动，一点一点的，一个一个的慢慢的移，一直到你的极限没有办法再移动为止，你会感觉到你右边的腰在撑拉，保持呼吸，小腹内收上提，尾骨向脚尖的方向走，保持呼吸，慢慢的脚回到垫子上，头回到垫子上，再来把我们的头整个上身放到右边垫子的右边，再把我们的两个脚慢慢的向右边移动，一直到你没有办法移动，慢慢的坐，你会感觉到你左边的腰在撑拉，保持呼吸，把你的呼吸呼吸到那个腰感觉到撑拉的地方，缓缓的呼吸，脚慢慢回来，回到中间，头慢慢的回来，慢慢的手放下，把我们的两个脚脚掌着地，手刚刚好，手指尖能碰到你的脚跟，找到这样的距离，把两个手放在你的大腿根的地方，你的大腿和你的髋关节交接的这个地方，好，现在缓缓的用力去推你的大腿根的地方，向外推，向外，向下推，向你的脚的方向推，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从你的尾骨到你的腰椎到你的胸椎都在放松，保持呼吸，缓缓的用你的掌手掌去推你的大腿根，向脚的方向推，保持呼吸，好，慢慢的放下，手掌打开，
把我们的一只脚伸出去，左脚伸出去，把我们的右脚膝盖弯曲，用两个手抱住我们的右边的膝盖，先向外，再向胸前走。左边在地上的伸直的腿，大腿内侧向下，你的脚可以绷脚，也可以勾脚。保持呼吸，把你的肩膀留在地上。慢慢的用你的左手抱住你右边的膝盖，用你的右手抓住你的脚，脚掌的外侧，把你的左手放在你左边大腿的内侧，帮助你下压。好，左手把大腿内侧向下压，把我们的右边的膝盖向地上走。小腹内收上提，尾骨向脚尖的方向走。感受到从你的大腿到你的尾骨都在撑拉。肩膀放松在地上，保持呼吸。慢慢的用你的两个手抱着右边的膝盖，用左手在右边膝盖上，右手向右边伸出，先吸气在这，呼气的时候把你的右边的膝盖向左边地上走，你的右手向右边撑拉，眼睛看右手，小腹内收上提，保持呼吸。在撑拉的同时，有收有放。好，慢慢的用手帮助你的膝盖回到中间，再慢慢的放下。现在把我们的右边的脚打直伸出去，左边的膝盖弯曲，两个手抱着左边的膝盖向外再向上。保持呼吸，感觉到你的从你的尾骨到你的腰都在撑拉着。慢慢用你的左手握住左脚的外侧，膝盖下压，再把你的右手放在右边的大腿的内侧向下压。保持呼吸，感受到你的腿的 hamstring， 就是你的大腿的韧带和你的尾骨，你的腰都在撑拉。用你的右手压住你右边大腿的内侧向下，你可以绷脚也可以勾脚。保持呼吸，慢慢回来，两个手抱住膝盖在胸前，把我们的右手抱住左边的膝盖，左手向左边撑拉，先吸气在这，呼气把左边的膝盖向右边的地上慢慢的走，慢慢坐，不要急哈。眼睛看左手，保持呼吸，感受到从你的尾骨到你的腰都在缓缓的撑拉。来缓解你的腰痛，让它慢慢的恢复健康。好，用手扶住你的膝盖，慢慢的回来，回到中间。把你的
两个膝盖都靠近你的胸前，两个手抱着你的膝盖，左右来晃一下。来按摩一下你的腰，你的背。把你的右脚放在垫子上，把你的左脚放在右边的膝盖的上方，用你的两个手抱住右边的大腿，右脚可以勾脚。你把你右边的大腿尽量向胸前靠，同时左边的膝盖尽量向外展。把你的肩膀留在地上，保持呼吸。如果你的柔软性比较好，你也可以用两个手抱住你的膝盖向胸前靠，但是不要勉强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哈。尤其我们现在是要舒缓你的腰痛，而不是要造成紧张和疼痛。慢慢的做。再把你的右边的脚放回到地上，把你右边的手扶住左边的膝盖，让你左边脚的脚底落在地上，右边的膝盖落在地上，左手向左边伸拉开。如果你的柔软性够好，你可以用手轻轻地向外展你的膝盖，使你得到更好的撑拉。如果你的柔韧性比较差，你就让你的膝盖靠近你的身体一点，就会缓解这个撑拉。根据自己身体的状况来做，给我们的大腿、我们的腰、我们的胯关节都留出空间。好，再慢慢的用你的右手帮助你左边的膝盖起来，用你的左手帮助你把左边的膝盖往左边的地上走，你的左脚保持放在右边的大腿上，眼睛看右手，你会感觉到你右边侧边的身体，从你的背到你的腰到你的尾骨都在撑拉。保持呼吸，慢慢的来舒缓你的腰痛。再用你的左手帮助你左边的膝盖慢慢的起来，再把你左边的脚慢慢放在地上，用你右边的手去找你的左边的脚，放在你的臀部的下方，把你的小腹内收上提，把你的尾骨向脚尖的方向走，向前方走。如果你感觉这样比较容易，想进一步的做，可以慢慢的把你的右边的膝盖抬起，两个手抱住你右边的膝盖，慢慢的向胸前靠，来帮助你更进一步的撑拉。保持呼吸，不要勉强自己，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。肩膀放松，好，慢慢的放下，把我们的左脚放在垫子上，把我们的右脚，右边的脚的外侧放在左边的膝盖的上方，不要放在膝盖上哈，而是膝盖上方大腿的地方。用两个手抱住你左边的大腿，慢慢的往胸前靠，你能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，不要勉强，不要硬往上拉哈。你这样就已经有很好的舒缓作用了。把你的左边大腿尽量向胸前靠，右边膝盖向外展，肩膀放松在地上，小腹内收上提，
两个脚勾脚。如果你的柔软性够好，你也可以把两个手抱住左边的膝盖，慢慢的把膝盖向胸前靠，但是不要勉强哈，还是能做多少做多少，不要勉强自己，保持呼吸，肩膀放松在地上，慢慢的把左边脚放在地上，把你的右边的手帮助你的右边的膝盖，帮助你的左脚，慢慢的放在地上，右脚的脚底在地上，左脚的外侧在地上，右手向右边撑拉开。这边有个麦克风，怕它有声音。你会感觉到你的右边的大腿的外侧，到你的尾骨，到你的腰椎都在撑拉。慢慢的来，不要急。如果柔软性够好，你可以用你的手轻轻推你的膝盖向外；如果柔软性比较差，可以轻轻拉你的膝盖向内。好，慢慢的做，慢慢感受你的身体，保持呼吸，肩膀放松。好，再慢慢用你的左手推你右边的膝盖起来，用你的右手帮助你右边的膝盖往右边的地上走。你的左脚的内侧着地，右边膝盖着地，右手向右边展开。用你的脚，右脚在左边的大腿上，帮助你轻轻的按压，两个脚都勾脚，这样避免我们的膝盖受伤。你会感受到你的，从你的大腿到你的尾骨，到你的腰都在撑拉，来缓解你的腰痛。让我们主耶稣的疗愈的大能进入到你的身体里，让腰痛得到舒缓，以致完全消失。好，慢慢用你的手帮助你的膝盖起来，回到中间，把你右边的脚从你左边的大腿底下放下，用你的左手去找你的右边的脚，抓住你的右脚，把膝盖慢慢放下，手向外展出，保持呼吸，肩膀放松，小腹内收上提，尾骨向你的向前方走，向下走，保持呼吸，让你的腰舒展开来。慢慢的把你的脚放下，两个手向外展开，两个膝盖起来。现在我的脚和我的小腿，小腿和大腿，大腿和我的上身都成90度，两个脚可以靠在一起。好，现在慢慢的把两个脚都向我的左边移动，同时向左边移。两个脚向右边，两个膝盖向右边移。再吸气，回到中间，呼气，两个膝盖向左边地上走，眼睛向右边看，慢慢回到中间，两个膝盖向右边走，眼睛向左边看，慢慢坐，慢慢撑拉，舒缓。好，再回到中间，把两个手抱住你的膝盖，向胸前靠，
再把你的两个脚展开，用你的手从两个手臂在你腿的内侧，用两个手抓住你两个脚的外侧，把你的膝盖向地上走，腰留在地上，尾骨向地上走，膝盖向下，尾骨向下，在左右晃一下，来按摩一下你的背部。很好，慢慢回到中间。最后再把两个膝盖靠在一起，用手抱住你的膝盖，把你的头吸气的时候深深的吸一口气，把你的头抬起，深深吸一口气，屏住呼吸，最后放下，用嘴巴把气呼出去，大休息。让你从头到脚都完全放松下来。相信你现在能感受到你的腰应该已经得到了舒缓。每天坚持做这样一套舒缓腰痛的瑜伽，会使你的腰痛慢慢的缓解，以至于消除。头顶放松，额头放松，眼睛放松，鼻子放松，嘴巴放松，耳朵放松，脖子放松，肩膀放松，胸放松，手臂放松，手放松，小腹放松，髋关节放松，背放松，腰放松，臀部放松，大腿放松，膝盖放松，小腿放松，脚放松，脚趾放松，从头到脚完全放松下来。尤其是你的腰和你的尾骨，让它完全放松下来。从头到脚完全放松，让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、每一块肌肉、每一个韧带、每一个器官都完全放松下来。请大家可以自由的躺在你的垫子上面，完全的放松，让你的腰痛得到缓解，享受在主的爱里。我们今天的瑜伽课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你来参加我们，祝你健康、喜乐、平安。
阿罗哈。